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قاف 以宗严的古兰经门市，难道他们因同族的警告者来临他们而惊讶吗？不信道的人们说这是歧视。难道我们祭死之后已变尘土还要还原吗？那太不近情理了。我却知道大地对于你们的轻视。我这里有一本被保护的天经。他们否认已降世他们的真理，所以他们陷入混乱的状态中。难道他们没有仰观天体吗？我是怎样建造它、点缀它，使它没有缺陷的？我曾展开大地，并将许多山岳投在上面，还使各种美丽的植物生长出来，为的是启发和教诲每个皈依的仆人。我从云中降下吉祥的雨水，就借它而生长出许多果树和五谷，生长扶疏的海藻树，它有累累的果实，做仆众仆的给养。我借雨水而使他已死的地方复活，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的。在他们之前否认使者的人有努哈的宗祖、兰斯的居民、塞莫德人、阿德人、法老、卢特的同胞、丛林的居民和图拜的百姓，通通都否认过使者。故我所警告的刑罚是必然降临的。我曾因创造而疲倦吗？不然，他们对于再造是在疑惑中的。我却创造人，我知道他心中的妄想，我比他的命脉还基于他。坐在左边和右边的两个记录的天神记录个人的言行的时候，说每一句话，他面前都有天神当场监察。因此的昏迷将昭示真理，这是你一向所逃避的。号角将吹响，这是警告现实之日。每个人都要来到，驱逐的天神和见证的天神将与他同行。你却忽视此事，现在我已揭开你的门闭，所以你今日的眼光是锐利的。他的伙伴将说，这在我面前是现成的。你们俩所应当投入火狱的是每个孤恩者、顽固者、坚令者、过分者、怀疑者、与别的神灵与真主同受崇拜者。你们俩将他投入严厉的刑罚吧。他的伙伴将说，我的主啊，我没有使他放荡，但他自陷于不尽情理的迷雾中。主将说，你们不要在我面前争论，我却预先警告你们了。我的判词是不可变更的，我绝不是亏望众仆的。在那时，我将对火狱说，你填满了吗？他将说，还有增加的吗？乐园将被移到敬畏者的附近，离得不远。这是你们所被应许的，这是赏赐每个皈依的守礼者的。秘密敬畏之任主，且带皈依的心前来者。你们平安地进入乐园吧，这是永居之开始之日。他们在乐园里将有他们抑郁的，而且我在那里还有加赐。在他们之前，我毁灭了许多比他们更强悍的时代，他们曾在各地旅行。难道有什么必死的地方吗？对有心灵者或专心倾听者，此中却有一种教训。我在六日内却已创造了天地万物，我没有感觉一点疲倦，故你应当忍受他们所说的蓝言。在日出和日落之前，你应当赞颂你的主，在夜间和叩头后，你应当赞颂他，你应当倾听，在喊叫者从近处喊叫之日，在他们听见包含真理的喊叫之日，那是从坟中出来那日。我却是使人生使人死的，我却是最后的归宿。在大地破裂而他们迅速走出坟墓之日，那聚合的事对于我是容易的。我全知他们所说的蓝言，
你不能强制他们，故你应当以古兰经教诲敬畏我的警告的人们。